妈妈，我可唔可以食一粒啊？你咳啦，咁甜唔食得啊？妈妈，我可唔可以食一只啊？你病啊，咁油唔食得啊？妈妈，我好想食士多啤梨雪糕啊！唔得，食生冷嘢易病啊！妈妈，咁橙咧食得啦啩？得，不过要炖过先。小朋友发育时期成日病要戒口，好易营养不良。要解决药煲仔妈咪嘅烦恼，试下饮雀巢儿童佳膳，增强抵抗力。每杯250毫升雀巢儿童佳膳，就等于摄取咗一只鸡蛋嘅蛋白质、一碗饭嘅热量、一杯牛奶嘅钙质、一块牛肉嘅铁质、一个红萝卜嘅膳食纤维加半个番茄嘅维他命 C。含有 BLLP 益生菌，有助提升肠道健康。而小朋友 70% 免疫细胞来自肠道，健康肠道有助维持小朋友免疫力。每日两杯雀巢儿童佳膳营养补充品，打好健康基础，帮助小朋友成功达标。